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700面，700面，第一行，礼佛现光第38，这一品前面念老有一个介绍啊，本品弥显两途道士。慈恩无极，加庇一切会众，普令清净，极乐一真庄严。礼佛现光，在这品经里面显现出本师释迦牟尼佛与阿弥陀佛慈悲到极处啊，加持所有的会众，也包括我们现前大众啊在内啊，普遍让大家亲自见到极乐世界啊，依报正报的殊胜庄严。家乡素云，现土使人羡慕啊，让你亲自看见极乐世界啊，你会升起向往羡慕之心啊，求生净土。上虽耳闻说妙土，上是前面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的，我们听到听说没见到，啊，耳闻不如眼见的，故此下现土，令皆目修也。在这一品经里面，真的世尊释迦牟尼佛以他的神力将极乐世界变现在面前，让大家都看到，又一即思云上来广摄阿弥陀佛身土因果啊，前面呢一直详细介绍阿弥陀佛一真庄严，众皆得闻。参与这一次的法会，很幸运，都能够亲自听到世尊的说法。甚至上流，根性力的智慧深的人没问题，他听了他就会相信，他能够理解。列回下辈
未能决定，啊，还有根性劣的人，啊，善品是这个善根是于下品的，这些人有怀疑，啊，会想到佛讲的这是真的吗？真有这回事情吗？啊，所以他的心不能决定，也就是说，他的心不是真心，半心半疑。啊，对佛很尊重，知道佛不会有妄语，可以信，但是这桩事情太不可思议了。啊，不是我们常识能理解的，当然有疑惑。这一类的人占大多数啊，上根立智少数人。这些少数人在佛法里面叫做根熟众生，他们的根性成熟了。嗯，佛讲经说法主要是读他们。啊，他们真能成就。那么中下根性的人呢，实在讲是给他们阿赖耶识种下佛法的种子，所以统统得利益，没有不得利益的。那中下根人到什么时候能根熟呢？看他的缘分。啊，如果缘分非常殊胜，可能下一生，再下一生。如果没有这个缘分呢，可能是千生万生之后才能遇到。啊，不过可以断定的一句话说，他决定的生净土。啊。问题在时间上有差别。是故这底下的经文要为我们介绍啊，下面是加阿弥陀威神之力啊，令此大众啊皆得眼见彼国之事，性上所闻决定不虚。这下面这加上，这加上实在是加持啊，阿弥陀佛威神之力，让大众啊都能够看见极乐世界一真庄严，对于世尊前面的所说就相信了，知道这个事情不是假的，决定不虚。啊，又于令见彼国啊，见彼过言净土，个个勤修啊往生之业。这个是主要的一个目标啊，希望呢这些见到阿弥陀佛一真庄严的这些人都能够坚定信心，坚定大愿啊，勇猛精进的修往生这个法门，业时事业，把这个法门呢，要看作自己一生第一桩大事业，
那就是真正有智慧的人啊，真正呢善根成熟的人啊，他肯定是这个做法。为什么呢？除这一门之外，就像前面彭济清居士所说的，不入净土之门，善不可得而远，恶不可得而近。这两句话讲得好啊，我们断恶修善，我能断得净吗？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我就断净了。为什么呢？永远不会再做恶了。啊，善就圆满了。一直生到极乐世界去之后，往后，啊，决定啊，无论是自利是利他，都是圆满的善心。到极乐世界才能做到啊，不到极乐世界做不到啊，在这个娑婆世界那更不必说了。再者，当时会众清净，不但见者获益，更为后世闻者正信。啊，我们对这个经要相信。佛菩萨哪有打妄语的道理？啊，当时在会的人见到了，佛把这个信息跟我们分享了，我们相不相信？啊，不是亲眼所见的，是看到当时与会人员大家都看见的。啊，我们要相信，要相信释迦牟尼佛是真语者，是如语者，是不妄语者，不狂语者。啊，我们对佛要信得过。什么人能信？自己会打妄语的人不会相信，自己不妄语才相信佛不妄语。所以，这个信的人呢，就不多。啊，现在修学佛经的人，学古圣先贤的人，我们从佛经这个原理原则做来做标准，你就会发现开经记上所说的愿解如来真实意，这样的人真的是凤毛麟角，找不到了。你要问为什么？印光大师答复的很简单，沉静二字有没有？他有一分沉静，他结一分如来真实意；有十分沉静，他结十分如来真实意。
你有几分？如果一分都没有，你天天听，听上一百年，不解如来真实义，你对于经教还是有很多问题。关键在此地，为什么沉浸那么重要？给诸位说，沉浸是真心。啊，沉，是真舍不虚。净是谦恭，没有傲慢。你看看，没有沉浸的什么，虚情假意，功高过慢，这样的人，佛来跟他说，孔子来跟他说，没用啊。真的得不到利益了。啊，我们自己是个过来人，亲自体会到的。我们在初学，换一句话说，真的，一分两分的沉浸，这个沉浸功夫很薄啊。但是怎么样呢？能入门了。入门之后啊，我们那个沉浸心随着年月年年增长，啊，学了差不多30年后才可以说真相应了。啊，我在学佛将近30年之前，将近53年啊，30年之前我讲经的时候还不是很相信啊。啊，是不怀疑了。信心不坚定啊。啊，以前有怀疑有问题。30年之后没有怀疑了。啊，可以说佛法里面讲幸福。信净土啊，这个性质有了，啊，理解也有了，不坚固啊。啊，40年之后，坚定了，坚定不移了，不容易啊，要这么长的时间呢。天天不离开经本，如果离开经本，完了。啊，我们看到很多年轻时候学的不错啊，到最后都贬值了。啊，什么原因？经本丢掉了。啊，念不行。啊，念是修根本质，但是真正用读经的方法修根本质的，我这一生还没有见到一个。啊，那么每一天诵经求福报的，这个我见到很多。啊，每一天为什么呢？求福啊，求升官发财啊。啊，这些人都，你说是求根本质的，一个也没见到。读诵原本就是求根本质的。现在用这个方法
去求人天福报。啊，所以它不是真的。啊，傲慢的习气，很多人自己不知道啊。啊，别人有没有人感受他？没有。我跟李老师十年，这一方面学到不少。啊，老师告诉我，40岁以上的人不能讲了，错，让他错吧，别说他了。不能接受，就变成冤家对头。啊，他怀恨在心。啊，我参加李老师的精学班，培养讲经人才，同学20几个人。啊，我们看到，大概有3、4、5个人真学，老师对他们态度非常严厉，有打有骂。哎，老师打人嘞，所以上课外面有人看守，不准人接近。为什么？这老师打人骂人不能让别人看见。那又都是成年的人啊，那打骂很难为情啊。啊，所以关着门，教室门是关着的。啊，窗户都关着的，不让外面人看见。啊，可是有那么两三位同学，老师对他非常客气，从来没有批评过他们。啊，我那个时候是最后一个进入他的班的。啊，实际上讲呢，我进入他那个班呢，就迟一个月。他们上课一个月了，一个星期上一堂课，我大概是5堂课没上到，前面5堂，啊，后面就没有去了。一个星期上一次课，3个小时，啊，我感到奇怪呀，老师对待人怎么厚此薄彼呀？啊，用不同的态度啊，对学生啊，我们也不敢问，可是老师看到了，有一天把我叫到他房间，告诉我，你上课看到的情形是不是有疑惑？是的，真有疑惑。他就告诉我，真正想学的，打他骂他，他生感恩的心啊，他不会怨恨，他生感恩的心，要教啊，不教对不起他了啊。那几个人呢，他不能说，稍微说重一点，脸马上就红了啊，这就不能再讲了。我就学到这一招，表面上很客气，请你指教，真要说他一句，脸马上红了，那话题马上转，恭维他，尊重他，不结怨仇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不是真学，假的不是真的。啊，真的学的人呢，谦虚恭敬。你批评他的时候，他感恩感谢你。啊，自己过失没有看到，
你提醒他，那是真学的。啊，真学还得看他是不是真改了，不是真改了，那是假的。啊，他真的听了之后马上就能改掉，这个人真学，这个人有希望。啊，所以像这些教育，不长时间跟在旁边是学不到的，又是课堂都不讲的，啊，所以不能不知道。啊，明了这些事实真相，我们对于佛法就会像诸佛如来一样。啊，一种慈悲怜悯的心来看世界，看佛法逐渐逐渐在这个世间消失了。社会大众不相信了，你修学佛法，弘扬佛法，没有人护持。这个时候怎么办？所以你要想做这种事情，你会做得非常辛苦。这个辛苦在这个社会上没有人怜悯你，说你这个人是傻瓜，你怎么会搞这种事情？啊，我真正走上这个佛门这条路了。出家之后看方老师，只有方老师一个人赞叹，别的一些朋友、过去的长官、同学看到了，你怎么走这条路啊？啊，都用怀疑。啊，都用藐视的眼光来看我。啊，只有方老师，你做对了。啊，他欢喜，欢喜说：“欢喜，我真干了。”啊，不怕艰难，不怕辛苦。啊，相信。天无绝人之路，这一条路是真路啊！啊，真正安我心的是张家大师。啊，张家大师告诉我：真发心，真干，你的一生，佛菩萨替你安排。你自己不要操一点心啊！我是这一句话的力量啊，支持了我一辈子啊！苦不怕，为什么呢？消业障啊！无始劫到今生，业障不知道有多少，苦难消业障。啊，在这个社会上，人家对我冷漠，啊，讽刺、回报，全都是消业障。啊，我没有怨恨，我通通是感恩、感谢。啊，业障慢慢消，好像也觉得有一点苦尽甘来。啊，香港老一辈的这法师差不多也都走快都走完了，我跟他们都很熟，都认识啊。好像是前年
为玉明法师，住在七贤街的。他那个道场原来想送给我，他到我们监察所来看过，很感叹，说净空法师，你是老来福你是老福，越老越有福报。说这个话不到一年，他走了。他好像大我一两岁，就走了。道场想送给我，没有送成功。福德因缘，他没有那么大的福报。那个道场送给我们，我们替他修复，他没有福报。所以祸福都有很深的因缘，不只是这一生呢，有续世的因缘在里头。所以当时会众清净，不但见者获益，更为后世正信。后世指我们这一代啊。但是我们要能相信，不相信还是没有用处。所以说来说去，还是印祖讲的两个字：沉静。这是其如圣教，其如佛法的一把钥匙。没有沉浸，你决定进不了这个门。沉浸不是从外头来的，是从你真心流露出来的。临知极乐世界确实是有，非乌托邦，非庄生语言。乌托邦是假设，庄生语言是比喻，都不是真的。极乐世界真有。欧耶大师晚年他有个别号叫西游老人，西游是西方真有啊。他给大家做证明啊，西方真有啊。从信起愿啊，真信发愿，从愿到行啊，愿是目标，是方向，有目标有方向，真干呐。就是老实念佛，至信信要，求生净土，悉皆度脱，方显两途道思崩坏。崩坏就是心里面所想的，释迦所想的，弥陀所想的，没有别的。是让这些有缘人早天往生极乐世界。除这一念，别无二念。这是佛菩萨。现在请看经文。佛告阿难：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，借助菩萨、阿罗汉等所居国土，应其希向，
到日暮处，恭敬顶礼，称念南无阿弥陀佛。这是佛教导当时在会的这些大众。若曹是汉朝时候的话，要现在就是你们啊，你们大家要想见无量清净平等觉，这就是阿弥陀佛另一个别号。阿弥陀佛就叫做无量清净平等觉啊，所以清净平等觉是阿弥陀佛的名号啊。记住，菩萨在极乐世界修行的这些菩萨中，阿罗汉在罗汉中，等等里头有天人众，所居国土，啊，除了长吉光，我们一般人见不到。你看，同居土，阿罗汉是方便土，诸菩萨是十宝庄严土，通通都看见了。啊，怎么看见呢？教大家向西方啊，印其西向啊，大家起来向着西方，到日暮处，太阳下山这个地方，恭敬顶礼，称念南无阿弥陀佛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：无量清净平等觉，汉译称无量寿佛为无量清净平等觉，或无量清净觉，这都是阿弥陀佛的名号。啊，西向呢，是彼佛酬愿度生呢，现在西方。啊，我们不要执着。现在你说是西方、东方，现在人怀疑，地球在太空旋转，哪个地方是西方啊？找不到西方啊！这个西方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一个方向。一个方向呢，就能找到；两个方向、三个方向，没有方向不行，一定要有一个方向。心定在一个方向，这个方向就是西方。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你想着这个西方，这一方就叫西方。啊，实际上我们今天明了西方极乐世界在哪里，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你去看净土圣贤录，那里面记载都是念佛往生的人，啊，老人往生了，家里人又问他极乐世界什么样子，极乐世界就在隔壁。
那极乐世界就在堂屋，隔壁堂屋就讲看到极乐世界了。信念法师里面说，此土这个净土啊，即是此方，此方即是净土，是不是真的？是真的。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。你念佛往生净土，那个净土是你自己心里变现出来的，你心跟阿弥陀佛同一个心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这个道理太深了，一般人不懂啊。不懂的人能不能见到西方，能不能生西方？能。只要你相信，只要你不怀疑。如果头脑装了好多科学，那个疑问就太多了，那西方就不见了，找不到了。你不怀疑，不分别，不执着。对于释迦牟尼的话，完全相信，一丝毫不怀疑，你就见到了。所以前面介绍就说，阿弥陀佛在哪里？仇怨度生，现在西方。现是示现的，示现在西方啊。净土法门呢，直方立相，令众专一，这把意思说出来了。这个法门的巧妙就在此地。直方立相，直定西方。所以讲一向专念的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你的心才能专一。如果要不直方立相啊，你的心不能专一。佛到底在哪里？四面八方去找都找不到。说彼佛现在西方，那我们就向着西，称念南无阿弥陀佛，于见佛者，即应念佛，所见之佛了，即当前能念之一念心性呢？这一念心性呢，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。佛因粘土如来之迦毗，释迦如来加持你。弥陀如来也加持你，你一心念佛，有方向，有目标，你就见到了。故感应道交啊，当念即见呐。一念他真就见了。真义法师香港人都很尊敬他了，
好像那个时候还没有开放，大陆还没开放。他们有两个人结伴到普陀山去拜观音菩萨，国内也有个法师陪同他，三个人到普陀山朝印度，相传菩萨在洞中现身，他们三个人在洞门口拜观音菩萨，拜半个小时，菩萨现身了，三个人都看到了，非常欢喜。离开的时候，在路上，他们彼此问：“你看到观音菩萨什么样子？”结果三个人说出来不一样。圣依法师看到的是戴毗卢帽，全身金色，就毗卢帽就像地藏菩萨戴了个帽子一样，全身金色，他看到是这个样。另外一位法师看到的是白衣观音，像我们一般看观音菩萨，手上拿着净瓶杨柳枝的，衣服都是白色的，白衣观音。第三位的法师看到的时候，他是出家比丘像，有个出家人男众现身，他看到的是通是观音。每一个人感应的不相同算是深印法师见到的最殊胜。戴毗卢帽，金色身了。那么我们没有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在这个世界所看到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，每一个人看到也不一样。但是那个世界一定你见到会非常赞叹，非常羡慕，你觉得那个世界美好。可是到极乐世界之后呢，看的时候就相同了，为什么？得到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加持，下下品往生也做阿惟越致菩萨，那就大大的不相同了。这个道理要懂。也就是彭吉清居士讲的两句话：到极乐世界，业障完全消干净了。你的善根福德就圆满了。为什么？那是阿弥陀佛本愿加持你的。这是稀有难得了。你在其他的诸佛国度，你要靠自己功夫去断呢。烦恼断一品，善根长一品，是这么个道理。恶业消尽了，善根圆满了。那到什么时候？极乐世界。
阿弥陀佛凭什么能够加持你？凭他的48愿无界修行。发愿容易啊，你没做到啊。像我们今天发心去受戒很容易啊。接受了，做到了没有？阿弥陀佛无界修行48愿愿愿都做到了，而且都是圆满的做到了，它不是假的。这是他自己的善根功德的加持，他真有这个善根功德。我们今天讲我回向给别人，拿什么回向？我们有什么善根，有什么福德？那你拿什么回向？那没有东西回向了，回向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所以真正要有羞耻。没有羞耻的时候，都是打妄语啊。我们回向不能用贪嗔痴回向啊，不能用傲慢嫉妒回向啊，不能用这个。所以明白这个道理，就晓得阿弥陀佛呢是真的，他是不是假的。我们要认真努力修学，才有那么一点点功德。可以回向给别人，回向给冤亲债主，才能化解。天天念佛，天天诵经，早晚课都不缺，到年岁老了，往生之前还有那么多冤亲债主围在身旁，那什么原因呢？你天天回向，没有供东西回向给人家。真有功德，这些冤亲债主早就离开了，早就走了。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总要把这桩事情搞清楚，搞明白。我只看到有一个人回向真教立竿见影，刘素云居士。他凭什么？10年一部经一句佛号，就这个功德。凭他的老实听话真干这6个字的功德。那真有效果，一点都不假。我们再看下面这段。阿难即从坐起，面悉合掌，顶礼拜也。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供养奉祀众诸善根。顶礼之间，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，色相端严，如黄金山，高处一切诸佛诸世界上。又闻
十方世界诸佛如来，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，无碍无断。这一段，感佛应现，前面佛教导我们礼拜称念啊，阿难礼拜称见真的见到了，前面这一段世尊教导就是世尊加持，这一段讲的弥陀现身是弥陀的加持。阿难闻会是前面一段，阿难尊者听到释迦牟尼佛的教诲，于是三业清净，称佛名号，顶礼发愿。这一句里头，关键是三业清净。我们今天修行，不是不用功，不是不努力，真的是真想学好。怎么学都没有学好，问题在哪呢？三业不清净。三业是身与意，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不清净啊。心里面有自私自利，心里头有是非人我，心里头有贪嗔痴慢，心里头有严重的好恶，我喜欢的，我讨厌的。这是意业不清净的。由于意不清净，所以口就不清净。不知不觉，有意无意。妄语两舌，恶口其语。身体的造作，身体的态度、表情，没有慈祥如火，还原观上跟我们讲的四德，态度很重要啊，如火制止。如何是表现在外面，致知是里面，致知就是真诚啊。用在待人接物啊，就是慈悲，真诚慈悲。表现在外面，自然是如何。慈祥那么这是感应第一个条件称佛名号，
从三业清净流出来的称赞啊，称佛名号，顶礼法缘。顶礼是深夜的恭敬啊，法院是求感应啊，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这个愿啊，以及下面供养奉祀种诸善根，或见表感应神速，这感应太快了。啊，立刻就现前了。顶礼未毕，即言见极乐教主，并耳闻十方如来赞叹弥陀。太快了啊！为什么？至诚恭敬啊！三业清净就是至诚啊！佛立刻就现身了。会所云，盖夫图无定向，净慧因心呐、啊。会所这一句话很重要啊！什么是净土？什么是秽土？相由心现，啊，三业清净，当然现净土。啊，心不清净，你见不到净土。啊，是净是然，在你自己心啊。啊，下面这一句，譬如，诸天共宝弃时，这讲天人，大家在一起吃饭，共同一个餐具，我们今天想想。盘子、碟子、碗，啊，菜都放在一起，每一个人吃的味道不一样。为什么味道不一样呢？你看，随其福德，饭色有异，真的不是假的呀。啊，我们就晓得释迦牟尼佛每天在外面徒步，他吃的是什么东西，什么味道，无论什么饭菜到他口里面都变成上味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心转了吗？这个话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啊。乞丐在外面讨了一点饭，碰到释迦牟尼佛了，供佛有福啊，他拿什么东西？拿他讨的这点菜饭呢，就供养释迦牟尼佛。那释迦牟尼佛当时就吃了，那个饭别人去闻闻的时候，馊了，坏了。那
释迦牟尼佛入口的是上位呀、啊，菩提妙位啊，乞丐吃的很难吃的，福报不一样嘛。啊，乞丐怎么能跟释迦牟尼佛比嘛？所以说，境随心转，就这么个道理。啊，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要想样样都好，要心好，心好什么都好，心不好，好的东西到你那都变成不好。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。啊，这个下面这几句话非常重要。故业狗必心，狗是人物。啊，你造的这个业是恶业。恶业、恶行、恶念，影响你的心呐、啊，你的心就变恶了，你的心被染污了，这金融同毁灰也。金融是什么？佛像。你本来是佛，你本来的相跟经上讲的一样，自摸真经色身。你具足无量相好啊，像观经上所说的阿弥陀佛的相。身有八万四千相，业业相皆有八万四千好。观经上赞叹阿弥陀佛。那么每一个往生净土的人，他的身相都跟阿弥陀佛相同。啊，阿弥陀佛身有八万四千相，你也有八万四千相。阿弥陀佛每一个相有八万四千好，你也有八万四千随心好，一样啊。为什么今天变成灰秃秃的，变成这个样子？心染污了。啊，心净。在身净啊，心净在山河大地清净啊，就这么个道理啊。啊，这一段话非常要紧啊。坐指暗地，在瓦砾滑暴雨。啊，这是有一天。这经上有哪部经我记不得了啊，弟子们向释迦牟尼佛请教，世尊的十宝庄严图在哪里？哎，阿弥陀佛成佛了，他也有四图啊，极乐世界有四图，释迦牟尼佛也有四图啊，啊，那凡圣同居图我们知道，我们这个地球是凡圣同居图啊，方便有余图我们也晓得，四圣法界是释迦牟尼佛的方便有余图，六道是凡圣同居图，那还有十宝庄严图在哪里？佛在打坐，把一个腿放下来，那个脚趾按到 地下，忽然看见这个大地就像极乐世界一样啊，瓦砾都变成宝玉，
西方极乐世界众宝庄严呢，哪有瓦砾呢？佛这一暗地让大家通通看到了，这个大地山河大地通通都是无量珍宝所成。佛把脚收起来，在盘坐的时候不见了，又恢复的原样子了。所以大家知道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释迦牟尼佛有没有灭度啊？在我们地球上实现灭度，其他星球上还在呀。他的教区3000大千世界，释迦牟尼佛教区，这一个大千世界，好像是10万亿个银河系。10万亿，其这10万亿个银河系里有多少星球？世尊，他能分身，他能化身。这是他的教区，他能不教吗？只要能相信、能理解、能接受的。佛通通都教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实现什么身。一定要晓得，我们的身体跟我们居住的世界不是真的，从心想生。念头转了，境界通通都转了。还原观上讲，畜生无尽，这句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慧能大师讲的，能生万法。还原观上讲，畜生无尽。我们起心动念有影响，对于自己来讲，影响我们身体，全身每一个细胞、每一个器官都在受影响，都有影响。对外，我们居住的山河大地、人事环境、物质环境、自然环境，通通有影响。真真不可思议。这样的境界确实很难懂啊。古人之所以懂，他有个非常了不起的，是我们做不到的，就是诚心。他不怀疑，像夫子一样，幸而好古。科学有怀疑，都打个问号。圣人没有怀疑，佛菩萨没有怀疑。宗教里面讲的神，讲的天使，讲的上帝，不能怀疑。你要怀疑，就错了。我们学了这么多年，60年，越体会越深刻，越体会越真实。一切法不离自性的，全是自性变现出来的。
啊，所以其身土令之然哉啊！啊，都随心念，佛的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。所以他居住的话，这个世界，无量珍宝所成。啊，是之西方非遥啊，不远呐、啊。迷心为隔，这个障碍是迷。若能一念归真，则往生净土，亦何隔念于世乎？就在一年，没有时间，不是过去，不是未来，就是。所以《大乘经》教常讲，当下即是。啊，当下即是，没有时间，没有空间，没有空间，此处就是；没有时间，现在就是。这是真的，这不是假的。俗语：“生明心净土净之旨。”这一句话是念老说的。啊，这一段是会所里的，会所里的这些话，真正明白心净土净的道理。啊，心然，一切都然；心净，一切都净。啊，极乐世界既然是自己心性识变的，哪有不能往生的？啊，你不知道，你不承认心性识变，那就没你的份。你决定见不到啊！换一句话说，你心里想什么，它就现什么。这个要记住啊！心里面想贪，你见到的是恶鬼法界啊，见到鬼道；心的是嗔恚，你见到的是地狱啊，一片火光。你心里头是愚痴，你见到是畜生法界。你心里头有傲慢，你见到的是修罗法界，是罗刹法界。贪嗔痴慢疑啊，疑是很糟糕啊，是疑心见鬼啊，疑心决定是三恶道啊，通通是自己心性识变，极乐世界也不例外，华藏世界也不例外。啊，这一段意思讲得很深。啊，净明经云：“佛以足指按地。”这个经是《维摩经》里面的，以足指按地，此土顿现净刹了。前面讲瓦砾化宝玉。啊，看到现前的大地，琉璃大地啊，看到花草树木，就跟极乐世界一样，众宝所成。又《首楞严》云：“
如我暗指，海因发光。啊，此之发光啊，非因受助啊。是什么发光啊？信德的光明。那慧能大师说的，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。啊，具足什么？佛在华严经上说的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。这说的很清楚。什么光啊？智慧光，德光。啊，万德之光啊！阿难见佛，只因归真之一念。一心念佛，求生净土，清净弥陀，这是归真。我们今天念佛，有没有这个心？如果说一念佛，佛马上伸手接你往生了，你会吓死了。我才不干呢，这死这怎么可以啊？所以呢，假的不是真的。我们这念佛堂挂个招牌，到这来念佛，一天决定往生，你看有没有人敢进来？一个都没有。说得很好听啊，真干起来吓跑了。啊，阿难为什么能感佛呢？阿难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所以他能见佛。啊，他能感佛。啊，真正不怕死。真正知道极乐世界好，真想去，一念相应，一念佛就现前了。啊，那么你要问念佛往生有没有把握？真念决定有把握，假的没把握。啊，你对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还有一丝毫的贪念，还有一丝毫放不下的，你没把握。那一丝毫就是严重障碍。啊，所以这里讲得好啊。只因归真之一念呐、啊，念佛时是心念佛也，见佛时是心见佛也。我们念佛用什么心？绝大多数念佛有口无心。所以他不相应啊！为什么念佛？还有许多杂念渗透在里头，那就不是一心了。印光大师慈悲，叫你要用计数的方法。啊，念得清楚，听得清楚，记得清楚，用这个办法。啊，这个办法呢，能摄心呢，不让杂念进来啊。为什么有杂念？放不下了。真放下了，杂念就没有了。
啊，真放下了，念佛就见佛了。啊，只是一心，我心佛心，无毫厘许间隔。故所云，何格念于时也？没有，时间空间都没有了，只是一念呢、啊。一念呢，无取来尽，没有过去，没有未来，没有现在，今是现在。啊，所以阿难礼佛的念佛的时候。是一心，一心里面时间空间都没有了，所以见到了，见到阿弥陀佛，见到极乐世界了。啊，我们接着看下面问。故行者临终，若能一令归真，亦必当下见佛，蒙佛戒引，往生极乐。故云：念佛时即见佛时，何有余念与时间之间隔？这话讲的就很清楚啊！啊，你要问什么个道理？那你要记住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啊，如果你要问先前地球这些灾变，同样一句话。一切法从心想生。啊，地球上的居民，他想什么？他念什么？你听他说什么？他做些什么？你就完全都明白了。啊，言者面貌，广大者如观经，为无量寿佛，佛身高600万亿恒河沙有限，眉间白毫，右旋婉转如五须弥山。佛眼如四大海水，色相端严者，相好庄严也。啊，这是《观无量寿佛经》上，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的。啊，阿弥陀佛的身相。非常伟大这些数字我们都没有办法想象。啊，身高600万亿恒河沙有限，天文数字啊！佛
在我们面前，我们是在讲连一个小蚂蚁都不如。我们等于变成微生物了，肉眼看不见的。那如果佛像我们这样的时候，那我们就变成要用显微镜观察才看到这小微生物。这又是一回什么样的事呢？还是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佛的心量大了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，所以他现那么大身。我们心量太小了，一个人都容纳不下了。讨厌他，甚至有时候严重的时候，自己对自己都容纳不下。怎么办呢？你看自杀的多少？自杀是吧？他连自己都容纳不下，那心量那么小啊！自杀的人将来到哪里去？你就可想而知了。观经曰。无量寿佛有84000相，看夜夜相中各有84000随心好，夜夜好中佛有84000光明，一直相好，这个要记住啊，这是我们的本相啊，我们本来是这个相。现在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这是原来你的真心，你的清净平等觉。你没有一丝毫迷惑，真正是圆满大觉时候所现的相。现在变成这个样子，为什么？起心动念，分别执着。大乘教常讲的无明烦恼、尘沙烦恼、见思烦恼，变成现在的相。这些烦恼，这些迷惑，自性里头本来没有的。那问题现在有没有？现在还是没有的。慧能大师给我们做证明，他坚信说：“何其自性，本自清净，没有染污。”那为什么会变成这个呢？染污是你妄心染污。真心没染污，你用真心念佛，一念就把阿弥陀佛念来了；你用妄念念佛，你念一万声、十万声、百万声，佛还不没看见。妄跟真有障碍，这有隔碍，不能感应。真跟真。感应非常明确，阿难用真心念阿弥陀佛，所以立刻就感应。我们用的是妄心念阿弥陀佛，念了几十年了，阿弥陀佛没现前。
这些事项啊，不能不晓得。啊，黄金山是比喻，观经曰：“无量寿佛身，如百千万亿夜摩天阎浮提檀金色。”这是金色，阎浮檀金是世间最好的金，成色最美。啊，我们这个世间黄金跟它不能比。啊，那佛身呢，就像这个身，啊，佛以身形巍巍如山，故云黄金山也。这是比喻，是形容。啊，佛坐在那里，像一个金山一样。啊，那么高，那么大，比地球还大。太阳比地球大31万倍。啊，我们用这个比例算，比太阳还要大。啊，现这么大的身呢？那你就想，极乐世界有多大？极乐世界的菩萨身相跟阿弥陀佛一样，48愿里头讲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如上之报身庄严，虽非阿难及其果位以下之会众啊所能觐见的，见不到啊！蚂蚁怎么能看到一个人身呢？看不到的。啊，所以不是阿难。阿难真的是出国，出国以下的会众不可能看见的，但以粘土如来威神加皮，以甚方便，就是非常殊胜的方便，随其根器，个个能见呢。是故阿难即见彼佛。阿难见到了，啊，不是佛威神加持，你见不到。啊，那么在这个时候，阿难一念呢，真的佛现身，真的他见到了。啊，见到的佛就像。黄金山一样啊，太伟大了！啊，阿难即见彼佛，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。啊，现在哪里呢？现在空中。啊，佛像现在空中，你看到了，无碍无断者，啊，设方诸佛，言是无碍之妙变，故云无碍。你见到佛，你一定听到佛说法，
这个里头的密意、奥义，让我们去体会，佛菩萨没有不说法的。佛菩萨没有不修行的，修行的功德早已经圆满了，还修什么？修给别人看的，就做榜样，做给别人看的。啊，还要修孝养父母、尊敬师长，那教人嘛。你教人自己没有做到，谁相信你？啊，以平等心对待一切众生，每一天出去徒步，贫富贵贱挨家徒，啊，没有挑选的，所以次第起，实现出平等，啊，拖到钵里面的菜饭，不是一家的。总是托好几家的，啊，平等的接受，啊，世间众生呢，学识行业不同，所以有贫富贵贱。啊，佛眼睛是平等看待，像世尊所说的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他现在变成这个样子，迷失自信了，所以他有烦恼，他有分别，他有执着，他有果报。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报，无非是自作自受。自信里都没有，啊，自作自受是迷失了自信。啊，如果他要是听佛的话，信佛的话，真正是啊，能做到老实、听话、真干。虽然是迷，他不受罪呀。他所享受的这生活环境啊，超过三界天人。啊，他到哪里去了？他到四圣法界去了。啊，他所亲近的、所接触到的，都是声闻缘觉菩萨佛。啊，这就是他转了，转身到释迦牟尼佛的方便有余土去了，不再流道。但是他没开悟，如果真的开悟了，开悟是把起心动念放下了，无明破了，这一放下好了，他不再受法界了，啊，他就住娑婆世界十宝庄严土，释迦牟尼佛的报身在哪里啊？啊，报身教学的对象是法身大师。啊，《华严经》原教初住以上，啊，破一品无名正一分法身。啊，
生是暴徒啊，在那个地方修行也就不退转了。啊，在那个地方修行，功夫不间断了。啊，跟极乐世界没有两样。啊，但是你要到释迦牟尼佛十报土，一定要靠自己修行。我们要到极乐世界十报土，可以得到弥陀本愿威神加持。啊，生同居土，就等于生十报土。这个太稀有了，真的不可思议啊！遍法界、虚空界，一切诸佛刹土，只有极乐世界这一家特殊，其他的通通都要断烦恼。啊，只有极乐世界特别。啊，所以诸佛如来看到也欢喜，啊，称赞阿弥陀佛，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啊，而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如来，他知道与阿弥陀佛有缘的这些众生，都劝导他念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有缘的时候能信，肯发愿，啊，愿意到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，这叫有缘人。有缘的统统到极乐世界去了。啊，能信能愿能行，啊，对西方极乐世界有怀疑，就去不了了。啊，去不了，要知道是暂时的去不了，不是永远去不了。你在这个时间休息，不定到哪一世，你不怀疑了，你真信了，那叫根属，你那一生决定成就。啊，所以我们真今这一生当中成不成就是个问号，往往自己也把握不住。啊，我们中国古人常讲，一个人一生的心意一定要盖棺定论。啊，你是真的你是假的，盖了棺材再说。啊，再说你是真是假。为什么呢？没有盖棺材的时候你还会有变化。啊，你不一定是真的。啊，觉悟的人是真的，迷惑的人靠不住啊！啊，觉悟可就太难了。啊，觉悟难在觉悟人是心清净的，经体上清净平等觉，他真是这样。啊，还有一个妄念没觉悟啊！还有一桩事没放下，没觉悟啊！觉悟难呐！
啊，觉悟的人心真的像止水一样，干净透明，没有波动现象。啊，那么觉悟是一切法门共同的科目，84000法门，方法不一样，原理原则完全相同。啊，真正不一样的地方，那就是极乐世界，它是个特别法门。啊，它能够让你待业往生，但是。待业往生，经上说得很好，待旧业不待新业。什么叫旧业？昨天造的业都算是旧业。啊，那今天造的业不能再去，昨天可以再去，今天不能再去，这个就不得了。啊，所以念佛往生，人就多了。他懂得这个道理，我今天听到这个经了，真听懂了，真听明白了，我就放下，再也不造恶业了。啊，造什么业呢？善业也不造了，专念阿弥陀佛，像阿难在此地一样，一心专念。啊，一念相应，一念佛。那为什么还没走呢？你没走，是阿弥陀佛不让你走。啊，为什么不让走呢？还有任务给你。啊，也就是说，你还有一些有缘众生，因你而得度，你要帮助他。啊，那么你得度的缘成熟得度的众生，通通都得度了，你就走了。啊，种善根的不算。啊，真正有缘。啊，他遇到你了，他真信了，真愿了，一切放下了，啊，真往生了。啊，除了这个原因之外，给诸位说，没有第二个原因。因此，为人演说就非常重要。受持读诵是表演给别人看的，为人演说是要真正干的，啊，帮助一切有缘众生同生极乐国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大事题。